再放一遍吧，燕子。燕子，再放一遍吧，然后我们就可以 ，Martina 就可以主持，开始一人一句了。我刚才打开。Thank you.
Martina，你主持吧。并且一人一句，那个不是吴老师带头，还是要我带头开始来节目了。你开头吧。那第一组，我们先请夕阳红音乐队，夕阳红音乐来表演，然后，哦，不好意思，那我们第一组的话有请到的是夕阳红音乐，然后我们再请苏海贝，十贝来准备下一个节目。很好。现在是夕阳红音乐组的节目，然后我们音乐组节目风。Susan，现在是一人一句新春寄语。吴立斌老师，好，那我们现在大家就开始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的新春祝语接龙的节目。第一个，有请徐伟。非常棒。请徐伟阿姨。现在我说话听见吗？听的是他，那个说话是。请徐伟阿姨，徐阿姨把话筒打开。就这点儿，记着，待会儿我第六个讲话，待会儿。是，没关系。下作文了。今天人很多，所以那个经常会把所有人的话筒同时关掉。所以每个人说话之前呢，一定要看一下话筒有没有打开。因为我们吴立斌他在我们联谊会的副主席吴立斌他在给我们录音。这一场晚会完了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过程上传到那个没关系的，吴老师可以进行下一个。把话筒打开，每个人注意看一下话筒打开。吴老师，话筒打开。好，现在请徐伟、徐阿姨给我们助语。他大家好，我是徐伟，祝大家节日快乐。开始了。下面有请夏又慧阿姨。祝姐妹们红红火火、团团圆圆、闹元宵。下面请于桂明阿姨。于阿姨，话筒请打开。莺歌燕舞闹元宵，下面请郭瑞兰阿姨。联谊会，所有的朋友，春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元宵的愉快。我是郭瑞兰，谢谢。下面请李勇阿姨。话筒没打开。李勇阿姨，还有安淑兰，接下来是你的，请你把话筒打开做准备。又没打开话筒，听不到了，你没法听。李勇阿姨在吗？做了太久。李勇，OK，李勇阿姨要是没有在的话，那一个。郭瑞兰阿姨，哎，你好，放哪？好，丽蓉阿姨，好，你说。哎呦，我刚才没打开话筒，要打开话筒，啊，所以重来一遍啊！没事。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感恩生活，感恩相遇，珍惜缘分，做好自己，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并且随遇而安。祝大家在牛年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健康快乐。好，谢谢。下面我们苗苗，我能说了吗？安淑兰阿姨啊，大家好，在这红红火火、新春佳节闹元宵的日子里，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愿我们的老年中心、老年俱乐部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谢谢，谢谢。接下来是我自己，我是吴立斌。I wish all of you a happy and healthy New Year。我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接下来有请刘伦翠阿姨。我叫刘伦翠，祝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牛年大吉，万事如意，谢谢大家。下面请向凤英阿姨。大家好，我叫向凤英，元宵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开心过好每一天，谢谢。下面有请邱荣祥、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邱荣祥，祝大家牛年吉祥，身体健康。下面有请周建珠阿姨。大家好，我叫朱建珠，祝大家元宵节快乐，牛年大吉，身体健康，阖家欢乐，谢谢。下面有请施诺红阿姨。我叫施诺红，祝大家心圆梦圆，幸福满满。这个阿姨太年轻了。张月娥阿姨。我叫张月娥，我祝大家牛年吉祥，阖家欢乐，年年健康，天天顺心，时时快乐，谢谢大家。来自新西兰的声音。下面有请、范进宗大叔。我叫范进宗，我要祝福我们播发的老人牛年快乐，幸福安康，力争2021年全面战胜疫情，大家能直面相处，共创我们老人俱乐部和华人联谊会美好的家园。谢谢大家的祝福。那么下面我们就交由第二个节目的主持人。好了，我声音没有掉。谢谢吴老师。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欣赏我们音乐组的十个歌曲。我们音乐组的活动丰富多彩，有诗歌咏唱、家庭小合唱、美国民歌、戏曲，还有各个老人们演唱的歌曲。希望美妙的音乐围绕你，爽朗笑声伴随你，健康快乐依偎你。好，我们现在开始欣赏。可以放全屏。再重新 share 一下。听不到声音。推出去可以再重新 share 一下。组长把话筒打开啊。好，我重新 share 一下。嗯，没关系的。
怎么回事？我打开就关，打开就关掉。对，因为那个背景噪音太多，所以随时会把大家的话筒都打开，但是说话的人呢要打开，不说话的人请把自己的话筒保持关闭。调到声音啊。嗯。闻讯无刚何所有，无刚
大家牛年吉祥如意，身体健康，全家幸福。下面我给大家唱一首《沁园春·雪》，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威茫茫，大河上下滚石滔滔，山无一色远家乡，玉宇天宫势必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中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王宫舍大雕，只是王宫舍大雕，君王一书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书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书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看今朝。谢谢大家。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呀，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活动。昨天是元宵佳节，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天我在这里唱一首美国民歌科勒拉多的月光，希望大家喜欢。清风吹动了湖边的垂柳，好像在对我
眨眨双眼，我对着呼吸默默的思念，远方的朋友是否平安，归来吧朋友，来到我身边，碧空中星光点点，天边的明月在对我诉说，啊，可乐拉多美丽的夜晚，归来吧朋友，来到我身边，碧空中星光点点，天边的明月在对我诉说，啊，可乐拉多美丽的夜晚。谢谢大家。最后我说两句话，我要祝贺以新会长汪军组团的新一届西纽约华人联谊会的正式成立，祝贺他们工作顺利，事业有成。感谢张斌等老人俱乐部的常务组的人员对这次活动的精心组织和妥善安排，再次谢谢大家。祝大家新春快乐。下面给大家演唱一首京剧红灯记选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提篮小麦是美杂淡水，皮呀柴也靠他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摘什么手表，接什么锅，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给你鼓掌。水在地上流，云在天上飞，水是流淌的云，云是飞翔的水，水是云的爱，云是水的魂，水是前世的云，云是来生的水，云在天上飞，水在地上流，前世今生美丽美丽的轮回，你是水在流，我是云在飞，约定三生无悔，无悔的等待。春一时把一首希望歌曲献给大家，希望朋友们在新的一年好运从头开始，好人一生平安。我们告别的昨夜星辰烛，别的梦迎面吹来是几道晨亮霜的风，带着千载难放的好日子里，
谢谢大家的，谢谢大家的参与。然后，这就是我们老年音乐组的视频，谢谢大家。好，谢谢Susan 他们的夕阳红音乐。那我们接下来请苏海十倍，那心灵巧手下一组，请准备一下。新年，愿你岁月静好，余生无忧。作者秦宇。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当新年里钟声枪响时，意味着辞旧迎新的日子来了。我们要与过去挥手告别，要与未来深情相拥。无论你是否做好准备，岁月匆匆离去，不给你留下一丝回味的空间。既然如此，我们何不以崭新的面貌来迎接这期盼已久的新年呢？新年是一种新的气象，小时候对新年最期盼的莫过于一身新衣服，一堆好吃的食品，还有一群小伙伴。除夕守岁后，大人给小孩子准备好红包，换上新衣，意味着新的一年有钱花。当第一声鞭炮响起时，家家户户齐放烟花，整个小镇瞬间热闹了起来。天空中绽放的烟花像一颗颗流星从天而降，壮观极了。烟花虽美，
去也短暂。我常为之感到叹息，为什么美好的事物总是稍纵即逝呢？后来我渐渐懂得，有些人和事在生命中来过即可，只要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那就是值得的。年长后，新年吸引我的不仅仅是烟花的绽放，还有那各种各样的春联，大街小巷上挂起了很多手写的对联，龙飞凤舞的字，还有很多不认识，但是觉得这种张扬的艺术也是一种个性释放的美。家家户户贴上新的春联，好像好耀眼，这种气象也成了新年的标志。假装都认识上面的字，却不知一句话念错了一半，想来也觉得幼稚可笑。童年里的时光总是快乐的，如今物质丰足后，对新年的期盼只是一家人的团聚，期望家人健康平安，即使是不能回家看看，家也成了一生的牵挂。新年是一种崭新的情调，我们常常为了生活奔波，很多时候被繁琐的工作折磨得麻木不仁，却也不得忍，也只得忍气吞声。回首这半生，为自己而活的日子太少了，为了更好的生存，辗转在他乡，对家的记忆越来越淡。新年正是我们卸下一身疲惫的时候，把所有的烦恼抛开，把所有的心事都放下，知得偷得浮生半日闲，知做个山野闲人，尽情地亲近自然，就会脱得一种别样的情调。你看窗外的鸟已不是昨天的那只了，今天来了只喜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让清晨热闹了起来。你瞧庭院外的花朵花骨朵已经悄悄绽放了，他们也来凑热闹。这新年的热闹为这新年增添了一丝喜气，当你换一种情调生活时，就会发现原来尘世也有这么多的美好，只是从前因为繁忙来不及欣赏。新的一年是否很享受这种悠然自得的生活，那何不换一种生活方式，让每一天都有滋有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看待生活的视角变了，人生就有了期待。只要我们愿意享受当下的清欢，余生也会因你的改变变得丰富多彩。新年是一种新的起点，在迎接新的一年时，过去都画上了一句句号，无论成功或是失败都挥挥手告别，只为这个崭新的时刻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年将唤起新的希望，新的梦想，我们总会真诚地祝福他人
新年万事如意。此刻只祝福自己在纸箭上写下梦想，让每天都为此而奋斗，从此叫醒你的不再是闹钟，而是梦想。人生还是那么漫长，即便是蹉跎了前半生岁月，已然还可以重新开始奋斗，和身边的人一起加油呐喊。东晋诗人陶渊明有这样的感慨：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即使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把握了当下，也就是把握了未来的人生。新年过后，万物丛生，又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在这春日里蓬勃向上，满怀激情。这个新的起点，愿我们珍惜当下，迈好人生的每一个征程。在这个新的一年里，愿有人问你周可温，有人陪你立黄昏，愿有人懂你爱你，许你岁月静好，余生无忧。朗读者郭瑞兰。各位朋友，各位兄弟姐妹，祝大家新年快乐，元宵节快乐。下面我给大家读一篇短文。新的一年，我希望开年最佳美文。牛年你好，2021牛年，我希望太阳升起之时，我与大地上的万物一起苏醒，平静里生长，风调雨顺，安详宁静。我希望蓝天之下有清风掠过，沉重的身体变得轻灵，每一次呼吸都幻化成云朵，千姿百态，随心所欲。我希望在自己熟悉的城市，无论走到哪个海角，都会有我的朋友敲响每一扇房门，都会有热情的笑脸相迎。我希望一生都有朋友相伴，喜乐有分享，冷暖有相知，同量天地宽，共度岁月长。我希望相知者能相爱，相爱者能相知，有相怨无相恨，人间太平。我希望老有慈祥从容，幼者聪颖无忧，少年有理想，壮年有担当，老年有皈依。我希望得意者不嚣张，失意者不猥琐，有钱人不跋扈，没钱人不落魄，成功者有天下，失败者有退路。我希望睡眠深沉，在悠长的甜黑之乡脱胎换骨，重新生长。我希望人们衣食无忧的同时，更能内心无忧，生活脱贫，精神脱困。我希望有朋友远方来，岁月不改其性，红尘不染其心，倾心畅谈，大悲痛饮。我希望远游之日无牵挂，居家之时无妄思，行无羁，思无邪。我希望
长河悠远，岁月无痕，大地不老，阳光普照。2021，你好。我是林勇，我给大家朗读一首诗，崭新的春天。崭新的春天，总是一等再等，也曾一盼再盼，终于能从严寒里转身，满怀喜悦地去迎接一个崭新的春天。这时节，祖国的江南春风化雨，萧萧春雨正洒向广袤的大地，红花绽放，绿柳寒烟，燕子呢喃，岁月一季季轮回，永无止境，却暗藏着希望。年华一岁岁老去，在寻常和无常之间写满了改变。地球的这一边，我们在水牛城的家园，大地还未解冻，雪花飞舞漫天，但东方传递的音讯一路都会向阳向暖。我们只需握一份随遇而安，从容走过，把每个节令都读出诗意，再为它描摹出一幅幅多彩的画卷。春天，冰雪渐消，阳气回转，所爱的，所念的，在这一季将和草木一起萌生，用一页页多情的诗篇去交换一段静好的岁月吧。在那些属于春天的节日里，看万象更新，天地清明，人间福满。元宵佳节，我们读书组的三位老姐妹以读诗歌散文的形式表达对新年的美好希望和祝福。我们也借此机会特别感谢张冰老师多年来对老年人的关爱和陪伴，为我们精心安排各种活动，组织学习。感谢常务服务组的年轻朋友们不辞辛苦为我们编辑网上节目，活跃生活氛围。同时我也要感谢艳红、锦燕、林英等各位老师热情耐心地教我们学英语，付出了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你们辛苦了。感谢王俊校长和各位年轻的学者专家为我们普及健康知识、社会知识，满腔热情，尽心竭力传承中华文化。衷心祝贺汪军老师接任新一届华人协会会长，祝愿华人协会的工作有更好的发展，惠及水牛城的每一个华人家庭。祝大家生活愉快，牛年大吉。马蒂娜，
好，那我们谢谢各位阿姨的书海十倍的表演。那接下来是心灵手巧，那我们请下下组夕阳红广场舞准备，谢谢。大家好，我们是心灵手巧手工组。手工是动手以及动脑的活动，也是学习知识的活动。我们在活动中呢，可以享受到生活中的乐趣。常做手工，能活络双手关节，能有效的保健大脑，改弯脑部的老化。我们老人为随着年纪增长，会有一种老人老了不中用的失落感。但老人每完成一件手工作品的时候，你会看到会给自己带来了欢乐和自信，给儿孙们也带来了快乐，自己也会感到有一种成就感。人老了就会感到孤独，我们老人在一起做手工，既能动手，又可以一起聊聊天，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人的心情也会越来越愉悦。希望大家能加入心灵手巧手工组，让我们的活动越办越丰富多彩。好了，谢谢。以下请大家欣赏我们手工组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祝大家牛年大。雨欣，你要 share screen。OK， 看到了。祝大家牛年大吉。今天我们教大家做红包灯笼。恭喜你，大步
这个我们把这两块就送一张大嘴巴。祝大家牛年大吉！今天我好，我们谢谢心灵手巧的叔叔阿姨们跟我们分享他们很棒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欢迎夕阳红广场舞，然后接下来夕阳红书画，请准备。谢谢大家。我们俱乐部里有这么一群阿姨呀、啊，她们热爱广场舞，她们以舞会友。今天呢，我们来到现场的广场舞的阿姨们呢，她们也有话要跟大家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首先，我们有请徐伟阿姨。大家好，今年的元宵佳节晚会在云南上郡，新年新气象，在此。我要祝福我们老人俱乐部的朋友们开心快乐幸福安康，祝愿我们老人俱乐部张斌老师带领的常务服务团队成员所有的朋友们新年快乐牛年大吉，同时在这里要感谢你们辛勤的付出，感谢你们的奉献精神，也要感谢社区各社团组织对我们老人朋友的关爱和支持，祝社区所有的朋友们牛年大吉万事如意，我们广场舞姐妹们跳舞跳得非常开心，广场舞本身就是一个运动舞蹈，锻炼身体愉悦心情，同时又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我们和老人俱乐部所有的朋友们携手一起唱起来跳起来，唱出我们心中的快乐，跳出我们老人的风采。谢谢。谢谢徐姨的精彩讲话。下面呢，我们请夏优慧阿姨给大家说一说吧。夏一，您把你话筒打开。首先祝我们俱乐部的老年同志们天天开心，通过跳舞我们团结，我们开心，我们快乐，我们通过跳舞使我们手脚灵活，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开心。谢谢，谢谢张斌老师。谢谢夏莹，您的那个笑声一下感染了全场。那我们现在就听听于桂明于阿姨，您说说吧。好的，广场舞是2021年元宵节
巴富诺的老人俱乐部里有一群老姐妹在跳广场舞，音乐声一响，十一位姐妹舞姿多彩，二十年的岁月之差无碍，舒筋活血，健身快乐聚在了一块。疫情再凶，他们只在家里没闲坐，相伴一生的广场舞马上就要片片的跳起来，希望大家和我们一套一同过好这一个元宵节。谢谢大家。谢谢于阿姨。下面我们请吴丽萍老师。大家好，我在这个广场舞的这一组里面我收获最多，因为呢我是刚刚来这里不久，就在我们的 Empress 老年中心那认识的这一群的活泼可爱的，我们不能说老人不老人，我也称这个姐妹们，所以呢我觉得非常的开心。我当我看到有这么一群活泼可爱的老人或者是姐妹们在这里跳舞，我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活动，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所以呢我呢就加入了这个活动。那么后来呢我们成立了俱乐部，那么我就自告奋勇的说我要为这些人服务，那么我能够为姐妹们服务是我最大的荣幸，同时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至于广场舞我是很久都没有跳了，跳脉动我的脚步和我的这个整个肢体配合，因为我来美国之后呢基本上就没有跳舞的机会那还是二三十年前跳舞的时候，在中学的时候跳舞，在大学里面一点点，可是呢之后呢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就没有再迈动我的脚步来跳舞了。那么到了我像去年退休的时候，我觉得哈，我的下半生可以过得更精彩，因为我有这么多的舞伴们，还有这么多的人他们在琴棋书画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所以跟这群人我也还有学不完的东西，所以呢我愿意为大家服务，同时呢我也要向他们学习，向大家学习，这是一个很有爱心很有很有爱心很有很团结的一个社区，所以这整个的社区当中的一员我觉得是非常的荣幸非常的幸运。谢谢大家。谢谢吴丽萍老师。下面是刘文策阿姨，您说说吧。好，大家好，今天下午我们共同欢聚在老年俱乐部庆元宵佳节网络联欢会上，借此机会我向组建广场舞辛苦努力工作的全体老师和服务工作人员道一声谢谢，你们辛苦了，并祝福你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牛年大吉大利。同时也诚意邀请牛村更多的华人兄弟姐妹积极参加广场舞活动，强身健体，活跃生活。愿老年俱乐部广场舞持久发展，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Thank you。谢谢刘文策阿姨，肖凤英阿姨，你也说几句吧。大家好，元宵节快乐！这个祝广场舞越跳越好，祝老人们越跳身体越健康，希望好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这个广场舞的队伍来，不管男的还是不管男同志都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广场舞。好的，谢谢。谢谢香姨。周建中阿姨，您也说两句吧。大家好，首先要感谢所有的老师和场务组的工作人员，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日子里为我们老人们举办元宵联谊会，是我们每一位老人在网上这个平台上各显神通，
才艺展示，歌舞平生。广场舞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好，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丰富业余生活，我喜欢。期待疫情早日结束，姐妹们可以相聚一起聊聊家常，跳跳舞。最后祝大家牛年大吉大利，身体健康，年轻们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幸福美满。谢谢。谢谢建筑阿姨。张颖娥阿姨远在新西兰，但是呢心系布瓦罗。现在我就来听听张颖娥阿姨给大家说几句吧。大家好，刚才我们大家已经收到了满满的祝福。现在在这里呢，我就与大家分享一个青春永驻、永远快乐的秘诀，那就是让我们自己笑口常开，经常保持幽默与风趣。我们还要时不时的怀抱梦想，多去寻找那些玩乐，就是我们刚才大家一起说的，在跳跳广场舞呀，然后多参加那个俱乐部组织的各种兴趣小组的活动。我们不能够因为自己变老了而停止玩乐，因为停止玩乐会让我们变得更老，衰老得更快。所以愿开心陪伴我们大家的左右，愿玩乐与我们一路同行。谢谢大家。谢谢张颖娥阿姨。赵发珍阿姨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来到我们活动的现场哈。好像没有来到我们活动的现场。那么我们下面我看见林爱珍阿姨了。林爱珍阿姨，你也跟我说两句吧。林阿姨，请您把话筒打开。大家新年快乐，元宵快乐啊！健健康康的，开心跳广场舞。也谢谢张斌老师和你们服务人员帮助啊，无私的付出，谢谢啊。谢谢阿姨。好了，我们广场舞来到现场活动的阿姨也给我们带来了新春的寄语，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阿姨们精彩的舞姿吧。Dali share screen. Wang Chang Wu 的阿姨们讲的都真好。啊 ，OK，OK，Sorry， 没关系 ，Share screen， 好的，可以看到了，可以看到了，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OK， 嗯，把音量打大一点，嗯，我这。嗯，现在是 share screen 了 ，OK。嗯。可以吗？可以的，声大一点。声音大了。Thank you.
场面，我和我弟妹妹在聊天时，我的声音呢？你的声音呢？哎，杨丽没声音，为什么没有声音呢？不好意思啊，这个好像没有声音，没有 share 出去。再放一遍吧，先那个 stop share， 然后再失言，只能滴着泪。
说爱情让人醉，为什么不流泪？那是因为我的人啊，也把我当宝贝。前世叛逆多少年，今世才能一擦肩。
好，那我们谢谢广场舞的阿姨们为我们带来那么精彩的表演。那接下来一组是夕阳红书画组，那请每位厨房准备一下，谢谢。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这新春假期之际有机会可以和各位在网上见面。我们夕阳红书画组的主要成员有冯炳生、于桂明、刘立斌、邱永祥、夏游慧、张瑞峰、赵国龙。在每两周的小组活动中，组员们一起分享作品，有行书、草书、隶书、工笔画、水墨画等等，大家互相切磋，彼此鼓励。下面请大家欣赏我们的节目《抒情画意庆元宵》。大家拜个晚年了，我是刘立斌，网名叫麒麟老兵，来自中国辽宁营口，在这儿已经有十个年头了，来来往往，国内国外来回走，现在住在 Grand Island， 今天很高兴啊，能跟大家在一起。在线上进行交流互动，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幸福。俱乐部书法组的张瑞峰，我写了几张毛笔书法作品，评书《中国龙》，这是我写的草书，这张毛泽东诗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再显逢。这也是草书，祝老师和同学们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们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流年兴旺，阖家幸福，身体健康，万事顺意。那我们谢谢向红书画组的叔叔阿姨们对我们带来那么精彩的作品。那接下来组是美味厨房，那养生健身请准备，谢谢。大家好，我们美味厨房组成员有那个王倩阿姨、焦阳阿姨、王大厨还有 Martina。我们首先有请焦阳阿姨给我们。代表我们厨房组美味厨房给大家送上祝福。你为什么也要说？马蒂娜把那个切换过来。那你为什么也要说？切换一下。切换什么？不是，现在就是我在大屏幕上吗？我看的不是。是的哈。现在你在大屏上。怎么样，张老师？可以，很好。祝福语都已经说完了啊，今天给大家表演个小节目。看看我这装备。看看我后边的背景，好看，好看。俺叫魏淑芬，今年29，至今未婚。俺娘说了，姑娘大了要出嫁，嫁人要嫁勤快人。为了俺娘这句话，俺寻寻觅觅好多年了，如今不远万里赶到了不法国老人俱乐部。到这里俺一瞧，呵，真热闹啊，是有讲座，有英语，还有各种兴趣小组在这里。这里的老人可不一般呢，有修养，有水平，是诗词歌赋样样行，又读书了又看报，天下大事他都知道。志愿者就更让人佩服了，能吃苦，肯奉献，尊老助老是模范，有能力是愿担当啊！这筹备元宵晚会，他不怕累得慌。胡石柱是坐相册，不顾病痛和时差，人人心疼，人人夸。俱乐部里凝聚力强，这来过不法罗的老人，他都赞扬。俱乐部的魅力大，是所有的老人都向往。感恩我们的张总管，感恩服务组是精兵强将，23。感谢各界人士来赞助，是使老人的生活更丰富。我们共同来提高，把我们的精神家园建设好。这是俺的小体会。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要对你就给俺点个赞，俺好让你接着往下看。什么跑题了？没有，俺想住这个地方了。虽然节目看的俺是眼花缭乱，可是俺还得把正事干。啥正事？找对象呗。走了。俺娘说你行啊，你挺好，谢谢大家，
下面有请我们组的王大厨为大家展示厨艺。哎呀，师姐，你还有这么一手，你真是太棒了。嗯，下面我请大家欣赏王大厨给大家带来的两段，炸春卷和油焖大虾的视频。油焖大虾。这个是烧的肉丝。肉丝、豆干、豆皮、肉皮、豆腐，还有包括这里那天超市里买韭黄没买到，本来这里加一点韭黄。我们老家的习惯，过年要吃春卷，吃汤圆。嗯，油焖大虾，去虾线，开背，酱料25克生抽，25克白糖，50克料酒，少量的胡椒粉，葱姜切段，面煸好以后加料，
增加。好，完成，油焖大虾。谢谢大家，然后再次感谢一下王大厨和娇雅阿姨。大家看到视频最后的那一副春联也是出自娇雅阿姨之手，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美味厨房为我们带来的美食跟娇阿姨的精彩节目。那接下来是养生健身，那我们请志文英语班也准备一下，谢谢。小葱，小葱在吗？林英老师，智文英语班的准备好了吗？要不我来播这个智文英语班的。对，很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智文英语班由林英老师组织各位老师和学生们演唱的英文歌曲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我们在一起。Hello, everybody, Happy New Year!
家拜年了，我唱一首英文歌曲，我们在一起。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ogether.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For your friends and my friends. And my friends for your friends.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happy. Hi.The more gets together. We get together, we can sing. Okay. I see the one, two, three, so three. Mark. Purple? No problem. You ready? Ready. Okay. One, two, three.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ogether.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For your friends and my friends, and my friends are your friends.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Happier. Together, together.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For your friends, our friends, good morning, together,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ogether.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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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For your friends are my friends, and my friends are your friends.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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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For your friends are my friends, and my friends are your friends.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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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appier we'll be. For your friends are my friends.And my friends are your friends.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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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For your friends are my friends, for my friends.Your friend,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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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For your friend are my friend, and my friend are your friend.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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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for your friends, and my friends, and my friends are your friends.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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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For your friends are my friends, and my friends are your friends.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More you faster, my faster, my faster, you faster.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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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好，现在我们智文英语班的表演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交给马丁。养生组到了吗？小聪到了。叔叔阿姨好，元宵节快乐。我们养生健身组是一个小组，跟我们这个大组不太一样。我们的小组这个阿姨们也非常非常努力的这个在准备节目，我们这光录音就和大家一起合着录音都合了好几个小时，弄了四五次，有郭阿姨、施阿姨，然后还有林阿姨，还有我妈张阿姨，他们都非常努力，我能看到他们的精神气儿特别足。我想请那个我们的这个郭阿姨先代表我们这个健身养生组说两句好吗？郭阿姨，郭阿姨听不到您讲话，您的声音好像microphone没打开。哎，郭阿姨的这个microphone 好像没太有声音啊，要不郭阿姨您找您那个小孙子调一下，听不到您讲话的声音。郭阿姨的话筒打开了，但是那个没有声音，没有关系，下一个吧，小聪。行，那我看看那个施姨，要不讲一两句，施阿姨，还有林姨，你们一人讲两句好不好？施阿姨不在啊。要不林姨先讲两句吧。对，林阿姨准备好了，她的话筒打开了。对，祝大家新年快乐，都是这样，健康平安哈、哦，养生身体好，是这样子了。谢谢当兵老师和那个聪小姐。谢谢。要不那个我妈讲两句，张阿姨讲两句。一句话，我非常感谢我们不怕罗这个老年俱乐部及常务副主副组的这个全体负责人嘛，在这个疫情期间还精心为我们准备了这个诸多丰富多彩的文艺汇演，使我们能在异国他乡也过得这么开心快乐，犹如锦上添花。所以再次祝福我们所有不怕罗的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挺好，挺好。那个，施姨好像不在哈，现在，那没关系。那个郭姨，您那个话筒还没弄好是吗？那没听不到郭姨讲话。那我先把我们的那个节目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我来 share 一下这个 screen。我们几个阿姨，她们，几个阿姨，
很好，看到了，可以看到哈。嗯，非常棒。这是我们李阿姨一起录制了好几次，重录了好几次，才成功的。你还告诉我五分钟就行，不到五分钟，五分钟要五个小时的工作哦。差不多有五个小时，我觉得这有五个小时。不好意思啊，我电脑有点慢。中华文明五千年，礼义之邦天下大传。叫同志，你听清，行为得规范记心中。上街要走人行道，靠右通行别乱跑，横过马路左我又看，绿灯通行红灯照。不酒驾，不超速，交通安全都维护，懂得礼义还不行，健康养生要弄清。不吸烟，少喝酒，饭后还应慢步，早睡早起精气足，锻炼坚持要适度。保健品不保健，要想健康常锻炼，打开窗户多通气，要让空气常流通。早餐吃饱午餐饱，晚餐切记要吃少，少油少盐少加糖，膳食清淡还营养。天天发笑容眼强，乐观豁达品味高，健康生活与理念，大家多学要多看。积极保健和养生，生活质量是始终，宁静致远正能量，强身健体寿命长。历史车轮一向前转，两个百年要实现。旧风俗旧习惯，如今一定要改变。物质基础在百善，党的恩情记心间。既然你已是天，还从吃上来畅谈。走进人群看清楚，瘦子少奶胖子多，营养失衡太普遍，三高二低很难办。蓝天白云大草原，环境污染是祸端，还有生活坏习惯，劝君快快来改变。中央号召治污染，不愁环境不发展。从我做起还不算，还要争做宣传员。和谐社会大家庭，吃好穿好讲卫生，人人活得有质量，健康一生。好了，谢谢大家，非常棒，非常棒，小聪，不容易。嗯，几个阿姨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录制这几段视频，做了很多次努力，郭姨、世姨还有林姨，我觉得这个
特别敬佩他们，跟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你们。嗯，好啊，再见。啊，再见。不知道郭姨的这个可能没法今天。聪辛苦了，聪。就是一整都整到半夜。没有没有，阿姨们都很厉害，阿姨们都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能吃苦，然后中间有几次我录了几次没录上去，后来发现又重录了好几次，每个阿姨都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让人感动，我觉得我们这个集体是非常温暖的。嗯，好，我们健身组就这样，希望以后更多的叔叔阿姨来加入我们，然后一块强身健体。嗯，希望叔叔阿姨们牛年大吉。好，期待与你再次合作。谢谢阿姨。燕子 Susan。 好，接下来我们这次聚会圆满结束，然后我们特别感谢吴立斌为我们的线上聚会录像。感谢因为这次2021新春元宵线上聚会付出心血和汗水的所有演职人员、组织人员，感谢老人俱乐部的叔叔阿姨们积极参加周六兴趣组活动，感谢叔叔阿姨们倾情出演和尽心尽力录制个人视频和收集组内视频，感谢常务服务组团队的全体组员精诚合作，与老人们细心交流、耐心沟通。感谢组员们用心收集视频，精心剪辑编辑，演绎合成了一台堪称完美的经典节目。鸣谢夕阳红音乐组织范敬中夏优惠 Susan， 节目于桂明、张瑞峰和刘伦翠、安舒兰、徐伟、范敬中、冯炳生、夏优惠、刘立斌、张月娥、舒海十倍组织李勇、孙亮，节目郭瑞兰、安舒兰、李勇，心灵手巧组织谭石纯、李勇、邱玉欣，节目谭石纯、邱荣翔、周建筑、李勇、 Rachel A.N. 默默、向凤英、赵国龙，夕阳红广场舞组织刘伦翠、张亚丽，节目刘伦翠、吴立斌、徐伟、赵发珍、向凤英、周建筑、张月娥、夏又慧、赵红旭、李爱珍、于桂明、夕阳红书画组织赵国龙、于桂明、赵杰，节目冯炳生、于桂明、刘立斌、邱荣翔、夏又慧、张瑞峰、赵国龙，美味厨房组织王大厨、王杰，节目王大厨、焦阳，养生健身组织舒若红、王聪，节目郭瑞兰、张桂珍、林爱珍、焦阳，智文英语班组织林英、焦阳，师生合唱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 我们在一起，节目李卫、 Sunny、 于桂明、刘立斌、吴立斌、安舒兰、范敬中、张斌、张月娥、施若红、林英、林妞妞、向凤英、赵国龙、张瑞峰、刘伦翠、姚杰林、胡柱石影集收集合成、龙飞海报设计、苏子视频总合成、燕子视频总合成、 Martina 总后备撰稿、张斌兴趣组视频收集剪辑编辑、孙亮、邱玉欣、张亚丽、刘伦翠、赵杰、赵国龙、王杰、王大厨、王聪、林英。好，这次我们的线上聚会就此结束，现在我们让丁老师给我们
讲几句，说一下这次，总结一下这次聚会的感想，谢谢。你说我吗？是你，我没有准备啊。我们这一次元宵线上聚会没有，都很好，我觉得非常感动。主要是我们每个人都动起来了，叔叔阿姨们能够动起来，都发挥自己的特长。我觉得书画里面表现出来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说我们的这次节目是非常有深度的。叔叔阿姨们一辈子都很不容易，能够在这里呢，其实我是学习到了很多。像小聪刚才说的，我们其实是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中学习了很多。我没有别的说的了，我们平时每天都在交流，过了这段节目之后我们好好的都休息一下吧，这一段每个周六都忙坏了，好吧，随时保持联系。我们这个团队呢非常棒，不知道团队的人愿不愿意每个人都来说两句自己做的什么工作。我们从年龄最大的吴立斌、胡柱石先开始吧，然后大家随便接好不好，我就不说名字了，每个人说一两句吧，感想你在这一次准备这个活动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体会，一两句话啊。OK， 吴立斌老师和胡柱石胡姐还在这里吗？我就觉得说这个呢真的是我们的群体书画，还有呢我们的兴趣，所以主要是我们的干劲和热情。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表现出来的真的是没有几十年的功夫，没有诸多的磨练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还有后起之秀帮我们的前面的大哥大姐们准备了这个技术上面的处理，所以呢这一次是精诚合作的一个机会，我非常的欣赏。下一个，胡主持胡姐可能睡觉了吧？燕子，下面轮到你了，你比我年龄大。那是晚上。燕子，我是被这些老人们的才艺所惊艳到了哈，所以我们做的都不算什么。但是我就觉得这些叔叔阿姨们年纪都这么大了，都花了很多时间在准备这台节目，真的是很不容易，谢谢他们。胡姐、胡主持睡着了吗？下面随便 volunteer 吧，中间别断片就行。Oh, you guys kidding me. Susan, 说一句。我觉得这次表现了我们各位叔叔阿姨和我们工作者的一个团结一致的一个活动努力的结果。然后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们特别配合这次的演出，这就是让我特别感动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团结一致就能办好一件事情。谢谢大家。燕子，雅丽，雅丽不在，雅丽，大家好，就是看了叔叔阿姨们的表演，也是非常的感动，就是经常会在内心深处，就是就时不时的这个会湿润了双眼吧。谢谢叔叔阿姨给我们带来精彩表演，是你们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奉献更加的有价值，我们将在以后努力的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赵杰。赵杰呢？我要讲的是，通过这台晚会，
我知道了，各个叔叔阿姨们他们有各样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多才多艺的这个人群，非常的感谢我们这次有这个机会能够把大家的才艺展现给给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很好的这个过程。而且同时在我们在作为常务组帮做 volunteer 的时候，做帮忙帮助的这个志愿者的时候，我们也在学习，也在掌握一些新的技能。所以很多事情非常感谢各位，不光是叔叔阿姨们，还有其他的各位姐妹们，还有这个大家一同的合作，让我们今天的这台晚会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感谢大家啊！我也知道，也让我知道，原来我们同心合力是可以做出很好的事情。好，谢谢大家。胡姐的胡姐刚才说话了，可以打开话筒吗？胡姐醒了没有？胡姐还在医院里面打吊瓶，她做了一个手术，这个星期是在病床上。胡姐说两句吧，把那个我跟你讲，我现在不能讲话，我的同学在睡觉。OK， 你院的病床还给我。刚才跟你们聊天。好的，那我们往下进行吧。林英老师，哎，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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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看到大家的节目，就是一起汇集在一起。这次活动呢，首先呢大家都辛苦了，然后叔叔阿姨们也辛苦了，然后张斌老师，然后组织大家一起。我尤其特别的感谢一下 Susan 帮我后期制作视频，也谢谢张斌老师牵线儿，然后还有雅丽，大家都非常的给力，谢谢。然后希望我们再接再厉，然后我们老人社区越办越好，大家都元宵节快乐。王杰。谢谢叔叔阿姨还有各位志愿者，然后让这台晚会变得那么精彩。我别的不多说，刚才漏了感谢雅丽给我们帮我们厨房组编辑视频，还有感谢 Martina 每周一定会出现在厨房组组织叔叔阿姨们讨论。然后希望这个老年活动能开展的越来越精彩，谢谢。非常棒，雨欣，小聪准备啊。听得见吗？听得见。感谢所有的组织者和老年朋友们，让我们看到那么精彩的一个晚会。然后呢，在希望以后，就是等疫情过去了，我们以后办的节目会越来越精彩，谢谢大家。聪，对，我觉得从这台晚会，我觉得我们这个大团体、大集体真的是让有挖不尽的潜力。每一位叔叔阿姨展现出来的才艺，我都觉得，说实话，真的是就是说 beyond 我的这个 expectation，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觉得很骄傲。然后我觉得这台晚会我看了一下，其实我事先那些就是说上传的录像我基本上事先都看过了。然后我觉得除了最重要的就是叔叔阿姨们你们的那个努力和付出，还有多才多艺，然后还有愿意去跟别人分享你们的这个快乐呀，你们的才艺啊，我都非常非常的感激和感恩。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后备团队，冰姐，然后 Susan、Martina、林英老师、吴立冰老师、雅丽，我觉得每一个还有其他的所有的这些志愿者，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团体。然后这台晚会，我觉得缺了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叔叔阿姨也好，还是志愿者也好，都不可能这么完美。然后我觉得2020年大家过得都很艰苦，然后2021年这个晚会，我觉得每个人看了应该希望能够。对我们的新的一年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振奋的这个效果，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里面都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就这样。
龙飞来了没有？龙飞 ，Water 来了没有 ？Water 是每天只睡三个小时，他在那个开会，他是做 IT 的，非常忙，做的海报非常精彩。立斌，吴立斌，男吴立斌，我们有女吴立斌，男吴立斌。立斌，你说两句，你在吗？好的，露相吧，露个脸儿。哎，好的。嗯，哎，大家好，就是非常就是开心嘛，今天能够加入大家，看了大家的表演，就是非常的精彩，就是非常荣幸能够在 Buffalo， 然后这里的老年人们，然后叔叔阿姨们都特别的有活力，就是也感染了我们年轻人，所以反正非常开心嘛，今天在这里帮忙给大家录像，就说这么多吧，祝大家福寿康宁。亮亮来了没有？亮亮都做的安排的很好，他今天有急事情。我们团队里面还有那个亮亮到俄亥俄去了，他带着孩子到那儿，足球比赛。对，肖医生也忙，你们家真是挺忙的，李姨。我们团队还有一些人，他们今天没来，他们平时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咱们。服务对象是叔叔阿姨们，咱们请叔叔阿姨们讲一下话吧，按照年龄来，我们不知道具体年龄，今天做游戏说，有说于阿姨80，有说82，范叔也是80以上了吧，我在我印象中，郭瑞兰阿姨年龄最大，还有陈伯，他比我爸八，我爸80几，比我爸都大，那个还有我们联谊会的这个会长，好几任会长都在这里。麻烦你们不要走，跟我们讲几句话。不好意思，这一次安排的这个时间挺紧，领导是最重要的，但是把领导排到最后 ，OK。阿姨们、叔叔们，跟我们讲两句话好吗？今天学习了很多，年龄最大的，我郭阿姨，您是不是年龄最大？您现在那个能说话能，我们能听到吗？郭阿姨的话筒不知道怎么搞的，没有打开，没有关系，郭阿姨，我们都知道。下面，我没有这个资格给叔叔阿姨们排名次哦。那个，叔叔阿姨们自己自愿，这个我们都很想听你们说几句话。郭阿姨好像听不到你说话，阿姨叔叔们给我们讲几句吧，白发苍苍。哎，生活的底蕴，这台晚会。那我讲。好的，于阿姨。我讲了啊，看的这场晚会啊，受到深刻的教育。第一个，这个晚会是成功的。整个的老年俱乐部的人都动起来了，组织的这个组织者、志愿者，他整个的团队，他老人。那是心灵性的，组织者的话，想尽了办法，把老人的这个才艺方面都调动起来了。不管怎么的，这场晚会，我们老人们是非常满意的。满意在哪儿呢？老人们返老还童，有人帮助，这个帮助就是我们老人俱乐部的团队。所以老人们自己的话呢，也喜欢同年轻人拥抱在一块，把我们的老年生活过得更丰富，就是给你们提麻烦了，谢谢你们，没了。我讲一句啊，感谢老人俱乐部跟那个常务副主的团队给我们安排了这一场，组织了这一场精彩的节目。因为组织这个工作比那个舞台上面组织还麻烦，要电脑合成啊什么，做很多事情，是吧？大家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谢谢大家。
我来说一点。首先祝我们的张兵为首的团队举办成功，再祝贺我们的老大姐老大哥身体健康，祝牛年团团圆圆，大家一起快快乐乐举办我们的老年活动。完了。叔叔阿姨们，快说话。一人说一句话嘛，我们好结束，然后我们请联谊会的我们的社区的领袖们跟我们讲两句话。哎，我来讲啊，非常感谢这个为我们这个老年组织的这次晚会啊，就是从这个录像合成一系列的工作，我们感觉到他们非常辛苦，我们只是跳了一下或者是参与了一下，但是组织的人就你像那个胡柱石，他把我们的照片全部都合到一起，还有不少这个人在帮这里组织，所以要非常感谢他们。我就是讲到这里，就特别的谢谢他们，谢谢。我们智文英语班的 Rose 老师也来了 ，Rose 跟我们讲两句话好吗？玫瑰老师。叔叔阿姨们，刘哥在吗？刘哥，您说两句话吧。刘哥，刘立斌，刘哥。好好好。哎呀，非常成功的一次晚会。这是一个，我刚才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辛苦了这个张兵老师，还有其他这些志愿者，这些朋友们。也尤其是刚才我看这个雅丽那个主持这个水平，就不用小觑，这个说话呀，这个哈、组织采访啊，都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得体。所以说这些志愿者们哈、这个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为我们这台晚会呢做了大量的准备和工作。我就代表呢这个我家人。向组织者和志愿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些老年朋友们非常积极地投入在这个集体活动当中。这么大的投入，这么大的热情，是吧？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哈，这是也是一个对咱们集体一个关心和凝聚的这个体现凝聚力的这么一次体验。所以说呢，咱们老年朋友们非常珍惜这次的大家这个这次线上的活动，也非常高兴，希望咱们这个这个类型的这个聚会或者是联谊或者是咱们晚会也好，举办的更多啊，各项活动开展的更广泛更深入啊，把所有的朋友们都带动起来，把咱们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
让咱们的老年人的这个晚年生活啊更有意义更健康啊。最后还是感谢所有组织者和志愿者你们的辛苦付出啊。祝你们新的一年好运连连啊，阖家欢乐，就这些吧，就说这些吧。我看李姨的话筒打开了，李姨说两句吗？我们老人都说两句。啊，我今天看了咱们这个元宵联欢会哈，我就是挺受感动的。这个也是给我了一次那个学习的机会，我看到大家都是认真的准备这台节目哈，这台联欢会都展示了各方面的那个才华，我真的是挺敬佩的，挺佩服的。那个我就说咱们现在虽然那个老了吧，但是还是要有那个积极向上的那个生活态度，大家互相鼓励过好自己的晚年。我谢谢那个张老师，谢谢各位为老年人服务的年轻的朋友们。祝大家牛年大吉，万事如意，就是亮亮吧哈。我们这个读书组的那个做的这个视频，我要是跟别的组比起来，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我看其他的组其实更不容易。亮亮他那个，他给我们这个读书组做这些视频哈，就准备这些个吧，他就弄到夜里三点，我就觉得他挺累的。但是我看别的组的其实更不容易，大家都挺不容易的，都是挺认真的哈，都是愿意参与这台晚会，愿意参加这个节目，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都挺辛苦的。今天那个亮亮他也没在，我也挺替他挺遗憾的，他去带着孩子到那个到俄亥俄去踢球去了，参加足球比赛，他也没在。我就说这么多吧。阿姨叔叔们接着下去。王校长在这里啊，王俊校长说两句啊。哎，你好，冰姐啊。哎呀，那个，哎呀，不好意思啊，我那个，好，那我就占用大家时间，我就说两句。哎，那个真的非常高兴，那个今天在 Zoom 上面见到各位叔叔和阿姨。那个现在元宵刚过，我就给大家拜个晚年。那个祝叔叔阿姨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啊。然后呢，第二个，我这个晚会我整个看下来，哎呀，我其实那个中间我跟吴老师讲，哎呀，我说我这个叔叔阿姨们的这个节目，我每看一次，我感动一次，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个自始至终我都在好好的看着。那个，真的是，祝贺晚会圆满成功。那个，感谢那个叔叔阿姨们，感谢节目组的那个这么多志愿者们，真的是那个大家同心协力做成这么一次成功的丰富的那个展现大家多才多艺的晚会，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非常的了不起，真的是衷心祝贺。然后刚才说到感动，哎呀，我还想那个占用大家的时间多说两句，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个这里面就是大家的节目非常的丰富多彩，这个创意非常的好，这里面不仅仅是展现了叔叔阿姨们的才华，更展现出了你们的人生阅历，没有这样的人生阅历不可能有这么高端的才艺，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是这后面有很多的从容淡定，对人生很通透的看法。我今年我是72年的，那个正在不断的加入那个叔叔阿姨们的这个团队啊。那个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大家的展现的就觉得给我很大的
教育和启发，我真的是那个很有得着的。哎，然后呢我特别看到特别高兴，那个我们这个老人俱乐部，哎，我们这个服务组的团队啊，这是一个那个生动活泼团结有爱的集体。哎，大家你看投入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来那个为我们这个牛城的生活增光添彩，我们处在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说许多地方许多方面啊条件不尽如意，这是个先天的不足。你看冬天长，现在有疫情，美国呢是个异国他乡，大家呢年龄呢那个比我都大一些啊，哎，这是个条件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努力想办法啊，生产自救，我们想办法通过那个自己的努力，通过我们团结我们的社区，想办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变得有趣好玩，那个我看到这个，我看到这些，我真的是挺感动的。而且今天我也看到有好几位朋友，他们现在其实不在牛城，不远万里，那个加入到我们活动当中来。这里面有那个胡柱石大姐，还有那个张月娥老师，那个胡大姐好像是在国内啊，我刚才听到她还住院。哎，然后那个张月娥老师，张老师是那个索菲亚的妈妈，我知道她在新西兰啊，现在可能都是那个熬夜在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哎，那个真的是我真是非常的感动的，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这个集体，我们这个那个这个社区很有活力，很有活力，很有凝聚力，很有爱心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哎，那个我们有那个智文英语班，我看那个林英老师啊，那个特别谢谢林英老师一直那个跟大家在一起啊，积极服务，积极合作。哎，然后呢春节之前那个我在学校的跟老师们的开会的时候还讲了一下，哎，说给叔叔阿姨们要拜个年，然后呢学校从那个教学经费这个结余里面那个又准备了个200块钱啊，交给那个林英老师，林英老师是我们这个教学小组的那个组长。哎，等到春暖花开，等到咱们这个疫情结束，我们希望那个叔叔阿姨们和我们这些年轻的那个服务团队的志愿者们，大家能够欢聚一堂啊，庆祝我们的胜利，庆祝我们的新年，我们的牛年一定会更加好。哎，那个好的，那个再次感谢，再次祝贺。那个祝愿大家啊一切都好，好，谢谢大家。王校长，下一次叫你来那个答疑啊，问阿姨们。于阿姨，冯简教授在吗？于阿姨，冯简教授在不在？麻烦你去，你叫冯教授在不在家来跟我们说两句，然后你去叫他。秋叔，你还没说两句，还有那个刘伦翠阿姨，我看在这里还有谁？张阿姨还有谁？林爱珍阿姨，你们张月娥阿姨，你们都在吗？说两句，我们结束晚会好不好？嗯，不好意思啊，催你们了。我真希望这个疫情早一点结束，我们大家可以相聚在一起。我们线上的表演，我们这个表现的这么好，我想我们在如果我们在聚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表现的更好。我希望那个早一点，我们大家在老人中心，大家一起碰头。嗯哼，谢谢大家。好，徐伟阿姨，打开话筒，徐伟阿姨，左下角话筒，左下角话筒，听不到你说话。那个没关系，另外一个冰姐，那个我看看是不是刘正会长一直在线啊？等一下啊，我看有个正，是不是刘正会长？刘正是小聪家的，张阿姨家的。下面林爱珍阿姨、张月娥阿姨，你们准备一下。
啊，他们可能都下线了。我找的时候我看到，刚才我把他们吓跑了。哦，是啊。是，我说那个请联谊会的那个领袖跟我说几句话，他那个，不过那个谁于阿姨家的冯简教授在的话跟我说两句好了。张阿姨、张月娥阿姨、林爱珍、林阿姨，还有徐伟阿姨，刚才那个话筒没有打开。啊，徐伟阿姨话筒没有打开。好的，阿姨们。好，徐阿姨，可以了。好，我啰嗦两句。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做活动非常的不容易，要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来组织、来策划、来编辑。我非常理解你们的辛苦，谢谢你们的付出，感谢你们，真心感谢你们，真心感谢你们。这场晚会非常成功，谢谢。张阿姨在吗？小聪，你妈妈在吗？话筒没打开。还有谁啊？林爱珍阿姨，您要林爱珍、张月娥，他们时间太长了，晚会啊、嗯，拖的时间很长。燕子还在不在？我们要不就这么结束吧？这个来日方长，我们即使是不能够见面，都能够这样。于阿姨来了吗？哦，过了，没有回来了。啊，没关系，没关系。有没有老带孩子？好的，好的，好的，理解理解。将来有的是机会。老人俱乐部和我们联谊会、中文学校、商会、所有的这个社会团体啊、其实我们是不分彼此的，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快乐，为了幸福，对不对？好。燕子，我们有什么结束语吗？有那么结束的音乐吗？把影集放上来，我们结束吧，叔叔阿姨，我们再见，好不好？再见。嗯，再见。再见。再见。叔叔阿姨，朋友们，大家再见，多多保重。哎，多多保重，好好休息。再见。拜拜。拜拜。嗯，燕子要不要放相册？还放吗？不是大家都走了吗？那我再放一放吧。放一放吧，嗯。这东西呢？不要放吧。老家
散了吧，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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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叔叔阿姨，谢谢冰姐，节日快乐！谢谢爷爷奶奶，节日快乐！谢谢，节日快乐。冰姐辛苦。好好休息休息。再见。再见，我关了吧。冰冰，范老师，再见，谢谢。再见，胡杰，你也没有睡好，好好休息休息。嗯，没有，刚好我同事醒了，所以我就能讲一下话了。前面他一直在睡觉，不好意思啊，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鼓励。我愿向各位老年朋友们学习，向各位志愿者们靠齐。愿我自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自己的参与这项活动吧。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啊。多谢胡姐。嗯，好的好的。张老师你也辛苦了。我不辛苦，你最辛苦。嗯，本人我一直从全程我一直在听着的。本人感谢各位老人对我的鼓励吧，对我的关心啊。我现在反正非常好。只是一个小手术，嗯，好，谢谢啊，嗯嗯嗯，好好好，再见啊，再见。
再见向姨，再见李姨，再见范叔，再见徐姨、刘姨。我和李斌，我们最后走，还有录音。嗯，再见。再见，再见，谢谢张斌，谢谢张老师。不用谢我，李姨，你们很辛苦。再见，再见。嗯。立冰，那我关了吧。哎，好，没有问题。好，保持联系啊。好，再见。